今天我们来到七彩丹霞，继续买票。今天来的比较早啊，现在早上9点多，早早了来。今天是五一，目前感觉人还不是特别的多。买了一个最便宜的93块钱的，现在坐上大巴车往七彩丹霞去放。来了，天气还可以。这里呢是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七彩仙缘台。这边还有那个直升机观光服务，然后现在是880一个人，飞10分钟吧。要开始起飞了，要看那个游客直接坐在副驾驶。不过坐直升机看丹霞应该挺爽。感觉有点爽哎！我活在吉祥里了。天元亭，一个许愿台。车，然后又来到第三个观景台，七彩锦绣台，这里面的颜色要稍微深一点。下面有一个房子，应该是之前拍那个张艺谋那个电影吧，三枪拍惊奇的那个房子。稍好一点。
看一下现在那个专业七彩丹霞提供的这个空中游览项目啊，直升飞机880，滑翔伞是滑翔伞199，热气球200。大家觉得七彩丹霞怎么样呢？欢迎弹幕和评论区一起讨论。